Aloha， 大家好，喵咪大战争时间来。好，那我们最近两天的话都拿到了我们朗朗跟我们的土偶了嘛，对不对？所以今天的话呢，我们就来打一下风云猫咪塔。那之前一直卡在我们这41楼没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要出真实力了，好不好？我们就直接给他打起来，我就不信我们打不赢，好不好？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啦，好不好？就用我们的原本那一套队伍，因为这边的话感觉还是没有办法让我们狼女跟那个就是我们那个土偶出场的机会，我们就先来慢慢打一下，应该是 OK 的啊。这两天都是做效果啦，今天就不做效果了，今天就认真打哦。这关的话其实基本上就是先等那个哇基地出来，然后把它给毙掉之后的话，基本上就会比较好打一点点。然后白污垢那些出出来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好不好？我们昨天基本上，我们上次把白污垢弄掉了嘛，所以就没有办法用一个缓速阵型这样的感觉哦，好不好？那比较麻烦就是那个我们的那个谁啊，四猫啊，四猫这边真的是有够机车啊，好不好？那也没办法，好不好？那我们也没办法，所以一开始初期的话，我们可能就是要先多一点用那个鱼人猫，然后把这个四猫打死啊，然后我们才可以用那个用鱼人猫把那个瓦尔基给打死哦，这很重要，因为你先把它打死的话，基本上那个哈姆特那边的话就不会这么麻烦了。OK， 来来来，最后一下，再见瓦尔基力，刷，再见。好，拜拜。然后这边的话就比较好打了，那我们就可以开始那个叠一些我们的需要的角色出来了哦。那其实应该可以叠一下那个什么，叠一下那个打一般地性敌人的角色会比较好一点点。这边飘柔猫的话应该是不太那么好啊。这边上次有观众跟我讲说，带走飘柔猫，用我们的波特就可以了。对，我忘记了，好不好？其实用波特就可以了。好，我们这边先出一只黑杰。好，刷掉，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要先来存点钱，暂停住他。反正黑姐这边能够做事的话都是好的啊，拜托了，还有黑姐，怎么钱包会这么少啊？明明就已经先带那个了，先带 Max， 为什么还是打不太多的感觉啊？很扯哎、欸，先白不够好了，扯爆扯爆。然后因为我们这边白污垢的话是没办法缓速有属性的敌人的，所以像我们那个四猫那边的话就有点小尴尬啊、哦。会不会我们又要输了、啊？哎、欸，不是吧？我真的是完全忘记这关要怎么打了耶，尴尬一波了哦。对，我们感觉又要输了耶，各位，你们怎么看？这四猫也太狂了吧！我不记得我们当初钱有这么少啊，奇怪嘞。对啊，我不记得我们当前有那么少哎、欸，要爆开嘞、欸，各位，要爆开嘞、欸、！Oh my god！ 欧耶嘎！欧耶嘎！我先思考一下、喔，难道我也要再去看一下我41楼是怎么打的吗？完蛋了，飘喵跟波特太早出了，应该先不要出，先出黑硕跟那个黑杰，然后现在把那只弄掉，这样应该会比较好，因为我们刚刚太早出那个飘柔猫跟波特，波特等于是完全没干什么事情就被杀死了。好，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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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不是啊，我们刚刚没带 Max 啊，难怪钱包不够用。但没有关系，好不好？这不构成问题，因为这关不带 Max 应该也要可以赢才对哦。然后我们待会就出去带 Max， 哈哈，快把他撞死！撞死他，你就有机会，好不好？成为天津第一。好，撞死了。哇，可是姆特来太快了。跳 ，OK， 没问题。然后这边的话，应该是牙王跟黑姐要出，因为要先把这个四猫给解决了。四猫这边不解决，没经济啊，好不好？然后哈姆特其实这边的话，根本不是他在推线，这边其实就是四猫在那边543呢，好不好？啊，待会的话我们可以先出一下那个黑污垢，然后出我们的白污垢。好，然后这边的话5200先出一下黑污垢。四猫全场最反，好不好？两下可以把它给打死，这是没有问题的。牙王加油！碎碎碎碎碎，给我更多的钱钱。
好，然后这个时候的话呢，就可以来一个波特了。你怎么先死啦？啊，完啦，被那个母特猫弄到啦，那就不好玩啦，那就会尴尬很多了哦，完蛋了，死定死定死定，死定死定死定，我先去看一下我以前怎么打的，完了啦，哎、欸，我这是一层魔咒哦，不是啊，我到底怎么了？我之前确实是用这套队伍打赢的啊。我等一下我开个 make 试试看好了，我如果 make 再打不赢，那就真的是好不好？我记得我当初应该也没开 make 吧，还是我是开 make 才赢的？应该不用开 make 才对啊，但是钱包真的是很不够了。好了，开 make 开 make 好不好？开 make 开 make， 哦，这卡我三天呢、欸，这关到底是怎样？是要不要让我过？奇怪嘞。以前不是这样子的、啊。好，我们有钱之后的话，我们就好不好？为所欲为了，各位，为所欲为。来来来，你们在嚣张啊哈！四猫很嚣张，对不对？先把加速关掉，没有给我嚣张，有没有给我嚣张？好，这边的话，总爆他。可以死掉 ，nice。然后这边的话就这两只都出吧，好不好？这两只稳定性高的数字应该是有开 max 啦，好不好？应该是有开 max， 别闹了，别闹了，有，应该是有开 max。哇，又被姆特打到、欸，姆特真的是夸张。如果这样再输的话，哈，我也没办法，各位，我也没办法。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嘛，滚！有了，这样应该啦，好不好？不敢再说什么了。我觉得我最近真的是说了太多这种话了，然后他就要让我好看这样子，对吧？对吧？对吧？把我攻黑五够出来，怎么可能输？对不对？Go go go， 加速加起来，这再输好不好？这再输，我也没办法了。各位，应该不太可能了。好了，没问题了，好不好？这如果再输吼，我就送点数，我就送点数，应该是没问题的。怎么可能输？那最近的话，大家有跟我反映，就是说，因为我们之前点数不是都要就是累积战术到多少吗？好像都达不到以前的那个标准嘞、欸，所以大家是说泽平，你不可以把那个标准降低一点点，因为他们想要罐头，好不好？我之后再想一下，最近也快要到跨年了，对不对？我们跨年的话，可能再送一些东西吧，哈，跨年再送一些东西。42楼就是我们的这个漩涡关卡，应该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好不好？漩涡的话应该是 OK 的，那 Make 10应该是不用带，好不好？哎、欸，之前打41楼也没这么辛苦哦、喔，最近的是应该是真的是太久没打了。我想一下，第一招先叠谁？有点忘记了。一开始应该要先叠那些就是前面前排的吧，看一下能够先把他们暂停住那最好。Oh my god！我忘记他们第一只出来是谁了，这个都是我们的那个漂浮系的，那就是萨满猫先吧，应该是，好不好？开叠萨满猫，然后我们的这个桃太郎也要叠，好不好？然后白污垢很重要，暂停到就是我们的，没有问题，加油，撑住。然后我们还要先把这几只先解决，好不好？不然后面就那个，是不是我也是有带那个啊？我应该也是有带 Max 的吧？感觉这没带 Max， 钱包真的是很惨呢吼！而且后面还有那个哎，还有我们的那个不死漩涡他们呢，这个我应该是有带 Max 的吧？你看我钱包完全不够用啊，我应该是有带 Max 才对哦，这不能开玩笑哦，我感觉好像有点惨哦。对哦，这没办法哦，不是吧？接下来的，因为我记得我之前是一开始就可以出那个学生会长才对啊，那学生会长出来才比较不一样，好啦，
其实我们最欠缺的啊，都不是什么角色哦，最欠缺的是我们的 Max 哦，扯爆哎、欸。好啦，所以其实我的现在目前我这些获胜的队伍，对不对？都是要带 Max 才可以获胜的，这点大家要看清楚一下哈。如果你想要跟哲平用一样的队伍来，就是轻松碾压的话 ，Max 记得一定要给他开起来，不开会很难过哦，好不好？那待会的话，我们就是先把他们暂停，然后派出我们的学生会长，先让他就是打一个漂浮敌人大伤害，把他们打死之后的话，我们再慢慢一个拍这样子，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来来来来来，先来累积一下我们的钱包，好不好？那学生会长这边的话，感觉他的那个移动速度有点偏快哦，就等一下再说。我们先来把这几只都出来啊，还有班长猫刚没出，好不好？然后这边的话就是这个再加这个没问题，这样应该就是今天就稳定不少了吧？有学生会长这个漂浮大伤害，对不对？先把它毙了，就把这些漂浮敌人给毙了，应该是没问题的。先毙掉之后，我们就有很多钱啦，啊，有很多钱就可以做很多事情啦，对不对？快快快，给我钱！快给我钱！快给我钱！给我钱！卡完了！哎，不是啊！哎，猫咪封印塔魔咒哦，我怎么了？哎，我完蛋了哎！我怎么了？不是啊，你跟说好不一样。喂，喂喂喂喂喂，不是不是不是，你再想一下，你再想一下。不是，不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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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不可能，不可能！我的风雨猫咪塔到底怎么了？以前我都打过的、啊，现在怎么了？我怎么跟个智障一样？虽然我本来就是个智障，哎，奇怪嘞！学生会长应该太早派了，好不好？我们再试试看。哎、欸，我前面这几关就这样子，后面怎么办？我的后面要怎么办？各位，后面怎么办？搞什么东西？懂懂啊！我的天哪、啊！不是，吓死我了！搞什么东西？懂懂啊？怎么会这样子？我记得我之前打这个跟前面41层的时候，其实算还蛮轻松的啊，应该是都有开 Max 啦，但是我刚刚那个顺序应该是错误的哦。哇！哇！想想看啊，难道是要用击退跟学生会长吗？因为我记得我有先把那个先把漩涡他们先清掉个几只，那很重要，因为那个真的是很重要的东西，很重要的一环。来了没？来了没？应该要来了，来了来了 ，They coming。好，这边我想一下哈。怎么可能？这样可以了吧？击退可以了吧，各位？击退跟学生会长，这输出。不得了，看，等一下啦，这个天使漩涡忘记叠那个了啊，不是叠淘汰狼，哦哟，不是吧，我的 Max， 哇，等一下啊、哦，奇怪，这不一样，这跟说好的不一样，这跟说好的不一样啊。上次明明全在会场秀出来蹦蹦蹦秀秀秀就全部 OK 啦，现在是怎样？现在不给这样玩了是不是？觉得那个漩涡没人权哦、喔？我总感觉有变强啊，虽然一定是没变强啊，一定是我在那边耍智障，但是不是啊？哪有那么难？哪有那么难？怎么会这样子？哪有那么难的？你在那边骗我喽？别想骗，别想骗啊！别想骗，别想骗，先等他们急过来好了啦。急过来暂停之后，我们再做事情。派个这个时空女神好了，时空女神我觉得好像比较稳一点点。然后等到下一批的钱，我们再派那个
再派我们那个好不好？学生会长应该是 OK 的吧？不是啊，你钱包倒是伸快一点啊，后面那两只乱七八糟要来啦！乱七八糟要来了，你们快点好不好？打不死哦！喂，会不会太夸张？有，应该 OK 了。有，稳定住了，把他们引到比较前面来之后，让他们全部吃死死，好像比较好一点点。有，你们完蛋了，我们全部开启了，好不好？来了，这全部输出来怎么会输？开加速。叠加补，你们漩涡全部再见，好不好？拜拜，不，再见，拜，剩你了，拜，再见。哎，你不是吧？你不要闹哦，赶快被进化好不好？你关，加油，会长加油！哈哈哈哈哈！这是在那边搞事啊！狗屎仔啊！欸，可是这个哦，没有，因为我们是有那个啦，有时空女神，所以他们也是被我们控住。快，过去一点，过去多一点！哇，过去两只淘汰狼！不是啊，加油啊！我们的那个弟弟钻，快钻爆他哦 ！Oh my god！ 加油！真的是风雨猫咪塔魔咒欸，我天哪！之前我明明就都可以轻松中，有没有边闭眼睛边按边打，那结果这一次我们就不行，果然还是事实成之后啊，好不好？不是啊，你倒是赶快让我过去啊，就在闹事啦！先打过去之后，然后我们那个学生会长也被弄爆，就好笑了，真的，我已经闻到那个味道了，好不好？感觉要不要把我们弄爆了？来了，要把我们弄爆了。哦，你终于进化到了，好，你很棒。好，那我们进化基本上的话就挑战到我们42楼了。这几天的话，应该还是会努力打一下我们的风云猫咪塔了。我觉得有点不知道，有点忘记要怎么打了，也好笑哦。好，那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你们的一个必胜队伍好不好？就是比较比泽平更无脑一些队伍，在下面留言分享给一些就是需要帮助的观众朋友们，或是你也可以分享一些无氪的队伍阵型，因为泽平的队伍阵型的话都比较偏向就是。超级碾压啦，所以大家都可以在下面留下你们自己对于我们这个关卡的一些看法咯，好不好？那我只许片再见咯，大家拜拜啦。